对。笑开，要不要再一个？因为笑开可能会比较好。那现在的问题可能比较大，是这边的两条这个。会走走，那就再少一点。记在那边。继续。立刻就。这样，如果你手放下来之后，如果你的手放下来之后，在这边偷偷稍微拉一下。再帮我推一点。好。你把那个麦克。